今年属羊的朋友运势旺盛，应把握良机，大展宏图，有机会获得上司赏识提升。做生意的朋友要懂得改变经营方法，不断创新，事业才能更上一层楼。财运方面，福至心灵，可能会有意外收获。桃花运旺盛，今年要注意让桃花引起感情问题。单身者要特别小心网站平台感情骗子，还是把时间和精力转移到事业上。健康方面，因为经常暴饮暴食，引起肠胃不适等问题，所以要注意饮食习惯，少吃生冷辛辣的食物，并把握时间多多休息或参加一些健身运动来增强体质。